件事情，然后你突然想到什么，就可以用 by the way 开头。不不不不不 ，by the way， 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听得懂吗？是顺带一点，你可以举例吗？举例哦，是哦，可以啊。他说啊，单词好好背哦，来 by the way， 我明天要考单词。哈？哦，不用考。by the way。好，来第二个，来 how many 是加可数名词，那请问 how much 呢？加不可数名词，那 how much 还有一种用法，用在什么时候？问多少钱的时候，对不对 ？OK， 来记一下 ，many 是可数 ，much 是配上不可数。OK， 来最后一组了 ，when 是搅拌 ，OK， 那 blender。来，我们重新念一次所有的单词，好不好？来，翻到1331页吧。来1331页第一个 ，pumpkin，need，全部开口。来 ，also，sugar，flour。杯水。